今天为大家继续带来二战剧集《兄弟连》的第二集。上集我们说到，索伯上尉被调离了一连，在一连出战之前，他们迎来了新的连长米汉中尉。1944年6月5日晚上11点10分，发出隆隆巨响的 C-47 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飞机爬升到1000英尺之后开始盘旋，每三架组成一个微型编组，随后组成一个巨大的微型编队机群。在飞往法国的途中，大多数人都发现即使想不睡觉都做不到，因为是药片的作用。此次空降计划，美军第101空降师的突击梯队由伞兵第501、502、506团及架降分队组成，共6500人，由师长泰勒少将指挥，搭乘432架运输机，计划在卡兰坦以北着陆，夺取犹他海滩后方的4条通道，控制杜夫河河上的桥梁和渡口。当他们快要到达目的地上空的时候，红灯亮了起来，起立挂钩，每个人报告自己的准备情况。德军打开探照灯向机群射击，不断有飞机被击中，一架不幸的 C-47 在空中就断成了2截。米汉连长的座机被击中，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跳伞，整个飞机和人员在空中成了一片火海。唯一一个逃出来的伙人无法打开伞，也只有被摔死。蓝色、绿色和红色的夜光弹划破了夜空，是小口径的20与40毫米的。他们击中飞机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像把石子放在铁皮罐里摇动时的声音。飞行员马上打开了绿灯，温特斯马上招呼兄弟们快溜。温特斯成功着陆之后，看着断了的腿带绳子，只有发愣。他的武器没了，他估计腿带落在树丛后面，并命令赫尔和他一起去捡。赫尔问温特斯，其他人是否和我们一样都迷了路？但温特斯说，我们没有迷路，我们现在是在诺曼底。两个人遇上了离谱中士，并知道了降落地点的某个路标，然后根据指背针和地图确定了目标的方向和距离。在他们行进的时候，队伍不断壮大，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伙德军，本来要等温特斯的命令再开枪，但是忍耐不住的格奈瑞突然开枪向德军射击，无奈所有人只能开枪。因德军被偷袭，从头到尾都没有反架的机会。因格奈瑞的哥哥被德军打死，所以他才不听从命令向他们开枪。本来他们还要抓俘虏问话，这倒好，全部被打死，一个活口也没有留下。一连官兵在被隆美尔放水淹没的低地趟水前进，行军时最后一个人负责防护后方。不得不说，这些细节导演做得很到位。温特斯带领的分队发现前方有情况，他首先派2名士兵上前侦查情况，确认安全后，里普示意可以继续前进。在他们到达前，这里已经发生了战斗。温特斯取下阵亡战友的步枪，随后他们继续前进。当他们经过一群俘虏时，马拉奇随口问一个坐在路边的俘虏，这个德军竟然跟马拉奇是街坊，他原来是日耳曼裔美国人，响应希特勒号召回去报效祖国的。当马拉奇转身走后，斯皮尔斯中尉拿着一盒烟发给俘虏们，随后听到一阵枪声。温特斯遇到山羊康普顿，他从山羊口中得知连队 90% 的人还找不到，其中就包括米汉连长，殊不知他已经在飞机上就阵亡了。小分队继续前进，来到主力集结的阵口，通讯兵找到一连的长官，要他们去开会。史戴尔少校向一连下达命令，前面有88毫米炮，大约在前面300码附近，他们就在我们与2号梯道之间，正朝犹他海滩上的兄弟部队开火。温特斯领受任务后，迅速召集队员，向队员做战情简报，并布置战斗任务。新撤团长的司机罗连没有车开，主动加入一连的攻击。温特斯率领弟兄们到达现场后，并没有盲目的展开攻击，而是先侦查情况，然后根据形势布置战术。因为他是使用12个人向50多个德军发动进攻，所以必须充分利用突然性以及欺骗恐吓的因素，使德军混乱，否则不仅无法完成任务，自己都要无谓的填进去。所有队员部署到位后，开始攻击德军的炮兵。里普顿爬上一棵不大的树，他看见大约75米开外有大概15个敌人，有的在堑壕里，有的就趴在没有任何掩护的地方，他们都在向一连开火。他第一枪就把一个德军干掉了，在夺取第一个炮位坑道的时候，桥被德军一个手榴弹炸到，幸亏没有受伤，但第二次又被山羊失手炸到，
神奇的是这个家伙依然毫发无损，简直就是走了狗屎运。他们看到了不远处的二号炮位，山羊和温特斯选择直接向那里冲锋，德军一个猝不及防被他们消灭，只剩下一个德军不断求饶，随后被乔一枪托打晕。温特斯策划的突袭使德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搞不清楚哪里有哪里没有美军，竟开始向自己人开火。温特斯利用这个机会找利普顿用炸药炸掉大炮，赫尔准备好 TNT 炸药，但是没有办法引爆。温特斯找到一枚德军的手榴弹，引爆炸毁了炮管。温特斯让山羊带着马拉奇去干掉第三门炮，一连随即沿着壕沟向第三门大炮发起了攻击，先用手雷炸了之后冲过去，结果顺利拿下。赫尔经过坑道时触雷牺牲，地连的斯皮尔斯带着弹药支援一连，第四门炮位由他带队。在夺取的时候，结果地连损失了几名士兵。任务完成，温特斯命令大家撤退，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布雷库特庄园方向密集的机枪火力的威胁，既然大炮已经摧毁，再占据他的阵地已经没有意义了。先撤下去的是机枪手，然后是步兵，温特斯最后一个撤离。一连已相当于一个班的兵力12个人，消灭了一个扼守二号梯道、控制了犹他海丹的德国炮兵连。尼克松中尉走过来，带领着4辆谢尔曼式坦克，他让温特斯把敌人的阵地指给坦克兵们看，然后让一连为坦克攻击提供步兵支援。温特斯爬上第一辆坦克，坦克隆隆地冲了过去。对那些坦克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实战，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向敌人开火。图片右边的建筑是马圈，左边沟渠里填着一堆被炮火杀死的马尸，中间的道路血红，明显是马血染成的。这番心思如果不注意看，很容易忽略，因为它不到2秒钟。入夜后，一连只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就得向南前进，攻下库白小镇。温特斯的领导能力得到了一连官兵的一致承认。温特斯四处游走，看到了这么一番壮观的景象：地面上城市燃烧，照亮了天际；天上飞机轰鸣，往来穿梭；空中夜光弹飞舞，像一串金蛇。好一派迷人的战争之夜！兄弟连的第二集到此结束。如果说一连拯救了地日的犹他海丹，那是言过其实，但是说他对登陆作战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确实恰如其分。老兵回忆道，温特斯他们的伤亡是4死2伤，可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却击毙敌人15个，打伤了许多，此外还抓获12个俘虏。简单的说，他们消灭了德军一个50人的排，这是守护这些大炮的德国精锐散兵部队的一个排。他们还把炮手打得东逃西散。利普顿于1985年写过一篇分析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这次攻击是指挥得当的小攻击部队压制并调动在预筑阵地上数量较多的守军的经典战例。一连以高昂的战斗意志迅速大胆的正面攻击，不同方向的侧翼火力挫伤了德军的士气，使敌人误以为受到了大部队的攻击。好了，今天的兄弟连就说到这里，下期会更加精彩，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